原标题：皇帝沉迷下棋险误杀高僧。高僧说了一句话，后来他出了四次家。佛教自转入中国后，很快便赢得了大批信众，无论是上层贵族还是底层百姓，拥趸者众多，连一些帝王也痴迷得无法自拔。在中国古代，或许没有哪个朝代能比南北朝梁朝的佛寺香火更加旺盛的。杜牧有诗云：南朝484，多少楼台烟雨中，说的就是这一时期的盛景。这一切都离开梁朝开国皇帝萧衍的功劳。萧衍是一位非常具有传奇色彩的地位，他本是刺史，率数千人起兵，只用了一年的时间即推翻齐朝，登基称帝。萧衍文武双全，年轻时是晋陵八友之一，蜀化秦齐无所不精。起兵后满腹韬略，所向披靡，登基后梁朝国力之盛，直接把北魏给打得分裂成北齐与北周。梁武帝萧衍登基后即喜爱下围棋，一下棋便是万事抛却，沉浸其中。有一回，萧衍正在御花园与大臣对弈，并欲杀对方一棋子，使从来报高僧已到，萧衍闻思未听见，只闻子路生气，杀掉来报的侍从莫名其妙，心想是你今天约了高僧，却什么话也不说要杀人，但君命如山，左右不敢耽误，立即将高僧五花大绑，就要拉出去砍头。高僧不知祸从何来，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，即便道：我有一言禀告皇上，只从素知此僧修为很深，恐有要事，便等萧衍下完棋再报。萧衍如梦方醒，吩咐快快松绑，并亲迎上殿，满怀歉意，朕之过，险杀高僧。险些去释迦牟尼那报道，你猜这高僧怎么回答？高僧却答道：这不能怪皇上，皆因皇上前世是条蚯蚓，老僧除草时不慎误断头颈，今日正有此报。蚯蚓又被称为地龙，是马屁拍的不露痕迹，回答的精妙得体，无形中化解了萧衍的过错与尴尬。萧衍本就是一虔诚佛教徒，相信转世轮回之说，由是更认定自己与佛有宿缘，对佛教的弘言不遗余力。比如和尚不吃肉的戒律，就是萧衍所提倡的，从此成为不遗之规。萧衍不但修建了大量的佛寺，还四次舍身到同泰寺出家为僧，国不可一日无君，大臣们不得不拿钱把他赎回，累计花费4亿钱，把国库都给掏空了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